罗志祥于7月29、30日将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令人注意的是，此次开放歌迷们投票选歌，就是为了让歌迷有机会能够听到自己心目中的遗珠歌单。不但将演唱会的歌单全部换新，在舞台与节目上的制作也都是全新打造。对此，罗志祥表示，不管是编曲、舞台还是服装造型上，都跟去年的视觉完全不一样。目前距离开唱时间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罗志祥不但要忙着练团，还要与舞者们练舞，压力相当大。不过对此，他则表示，为了让大家看到最好的表演，一定会努力熬过，并展现出最精彩的表演。此外，他也被询问到这次演唱会是否会邀请国际巨星朱碧石登上舞台进行演出，罗志祥则回复表示，虽然对方最近行程满档，但是还是一定要出现的。至于会是在哪一天出现，大家来看就知道啦。